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中嘉桃园新闻。桃园市政府在2015年成立了智慧城市推动会，今年更是遴聘了11位国内外杰出女性加入委员会，除了可以强化桃园与数位产业的连结，也宣示了智慧治理将兼容更均衡多元的性别观点，让桃园探索新的可能性。桃园市政府近年来积极发展智慧城市，并在2015年成立智慧城市推动会，23号更遴聘11位横跨科技、电信、永续能源、政策、经济、媒体、新创等领域的国内外杰出女性加入。除了强化桃园与数位产业的连结，也宣示将兼容更均衡多元的性别观点。那我们在智慧治理、智慧生活以及智慧产业的三大面向，那我们已经推出了超过100项以上的计划，都获得相当大的回响，那也获得不错的评价。我是希望能够达成这个好用、有感、可复制这三个目标。那这一次智科局推出的资讯履历，就是希望打造一个虚 Smart City 这样的方向。桃园市一直都在朝智慧化发展，现在邀请杰出女性加入智慧城市推动会，要从 Smart City 到虚 Smart City， 打出桃园资讯女力培力的品牌。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也拍影片祝福，给予肯定。关于谁的决定，就要谁的参与。以智能为中心的发展，当然不能够忽略性别的考量，不然相关的规划将会流于片面。桃园率先注意到这个性别视角的问题，借由智慧城市推动委员会的外聘委员来落实性别多元化，特别值得我们肯定。现在每一个领域都着重多元发展，不分性别的专业人士，正如同在场各位早就已经各有一片天，所以我相信从今天的宣誓记者会开始， Smart 桃园将会顺利进展，成为 She Smart 桃园。记者会除了颁赠聘书给11位女性委员，还举办了女力高峰座谈会，邀请产官学研专家进行交流。市府表示，在智慧治理中融入性别观点，不仅是落实市民需求，透过女性视角检视城市建设，更能让桃园探索新的可能。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到民众生活，第一线接触群众的客运与小黄等职业驾驶最能够感受差异。桃园市交通局就表扬了93位的优良职业驾驶，其中一位得奖人萧其祥是机场计程车队的司机，今天还代表了防疫车队参加国庆阅兵游行。他说这个经验是特别的难忘，让他可以讲一辈子。桃园市交通局日前表扬93位优良职业驾驶，每一位3年内都没有违规肇事记录。其中获奖的公车驾驶连振斌是第二次获奖，还有连续16年无肇事记录的优异表现。他说：“疫情期间真的很辛苦，这次能获奖真的很开心。开车在外哦，又早又晚啊，服务社会大众。然后疫情期间我们司机在外面哦，要戴口罩之类，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啊，所以司机也非常的辛苦啊。哦，那今天很高兴能来这边表扬啊。而机场计程车队司机萧其祥不仅服务热忱，还主动加入防疫车队，投入防疫第一线。他也是今年国庆阅兵游行的防疫计程车队代表之一。他说防疫车队真的很辛苦，但该做的还是要做。防疫计程车当然是很辛苦啦，因为就外人所讲的，好像国人一进来都是很危险的什么。其实经过我们机场的筛检，几乎都是很健康的、很安全的才能够放出来的啦。这个怎么讲？这个是能够搭上计程车的安全是应该是无虑的啦。啊，如果说有问题的，他马上就是送检疫所了，不会说给你计程车载的。疫情让百业萧条，不管是计程车还是公车司机都站在面对民众的第一线。优良驾驶表扬不只是对他们的工作给予肯定，也是感谢他们的坚持与努力。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
疫情也改变了民众的消费习惯，网络下单成了主流，为推广文创品也能够在云端被消费者看见。金发局是推出了好好过生活的商品展，透过大园、中园、六合等三个商圈进行快闪，希望能够带动话题。而大园商圈还是加码网罗了马祖、澎湖等离岛的名产，期望能够冲高买气。是马祖的老酒，红糟，用红糟去做的它的饼干。不论是马祖老酒饼干，还是澎湖海漂文创品，在大园商圈都买得到。这是配合金发局举办好好过生活快闪商品展所加码的展售活动。大园商圈国际发展协会理事长常明德表示，透过实体店铺展售，再搭配振兴方案，能有效提高展售活动的询问度。我们又结合了北区的幸福产业商圈来办理这一场活动。目前这边有大园商圈、中立商圈、洪东商圈，还有马祖商圈，还有淡水商圈，还有秦光商圈。我们把他们的特殊商品直接在大园商圈直接可以卖，直接看了直接可以在店面销售，可以配合五倍券，还有我们桃园的好事成双券，这边都可以用。所以借由这个两个这个活动啊，我们也希望能带动大园商圈的另外的一波的消费热潮。另一头，金发局所推动的好好过生活快闪商品展，则是网罗全国共37家文创商品，其中不乏知名厂商，像是薰衣草森林旗下森林岛屿及苗栗卓野小屋等优质文创及生活品牌，以及桃园在地三木工作坊、竹峰茗茶等商品。只不过这些商品只限网络贩售。金发局结合数位行销的一个模式，所以在商品上面会有一个 QR code， 希望消费者借由 QR code 的给扫码的这个动作，能达到他想要买到桃园啊或台湾在地的产品，所以他们就办了这个好好过生活的一个数位的一个行销活动。好好过生活商品展即日起到12月11号，在中立、中原、六合以及大园商圈快闪亮相，主要目的是在推广这些店家在网络的曝光度，进而让消费者线上购物，期望有朝一日能成为热门的网购商品。记者吴永淳，桃园报道。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接下来回到我们的新闻现场。各位面试官好，我是145号林文胜。没有走后门的权利，就要有不平凡的实力。全速支援，风雨无阻。五大都会用户实测，下载速率第一，看见真实力，中加宽屏。升级易居光纤上网，千元有找，立即抢办。桃园市位于国家的大门，面对新冠疫情，所承受的责任压力都更加的重大。各位市民朋友也担负国门的防疫责任。接下来，桃园市将进入大建设的时代，市议会全体议员必将严格监督市政建设，与您共同防疫，共度难关。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去年整修完成的萧里御园宫选定在今年11月24号到28号举办秦安五交建教典礼，是当地暌违26年的建教活动。许多信众一大早就便来建教的祭坛来参拜，庙方和道长也分享建教的用意以及相关习俗和禁忌，希望典礼能够圆满顺利，神明能够继续庇佑当地。信众虔诚地跪倒在天空坛前，向神明磕头祈福。萧里御园宫在今年11月24号到28号举办祈安五招建教典礼，是当地暌违26年的建教。许多信众一大早便来到教坛参拜，庙方也说明建教用意，并欢迎信众一同共襄盛举，参加消灾解厄、放水灯等科仪。这次是去年盖庙重新重盖，虽说今年日子是看今年做久。所以说我们这吃五天的素，种五条，五条就是五天的素，七点来拜，就是去除所有的
如果没有来，可以来义务来拜来盖章。然后呢，我们这几天每天都有我们的活动。由于新建庙体建筑需要民众出钱出力，以及各方神明的庇佑，因此传统上庙方会在建筑启用后举办建教来感谢各方协助，并闭门进行相关科仪。道长也分享了参与建教的相关习俗与禁忌，像是仪式期间要斋戒、改吃素、不要杀生等，消除罪孽也净化身心。教古早的传统比较禁忌很多，作为附近这里来啊，只要范围怎么境内范围哦，大家拢爱食菜。啊，像下以前过下下啊，兵营嘛拢食菜，啊，市场嘛拢袂使卖粗的，啊，嘛拢袂使杀生，可以有办法的时候尽量吃素，吃到第五天，哦，那个天公那个敬好啊，啊，咱才有开桌啊，再来吃呢。上好是地方上好是金啦，啊，你这古早的习俗最好是遵从一下，啊，会感觉比较好。拥有270年历史的萧吕玉元宫是地方重要信仰中心。庙方期盼为期5天的建教活动能一切圆满顺利，也祈求神明在疫情期间保佑信众平安度过难关。记者刘雨婷台北报道。新的一年有许多人会到庙里点光明灯，祈求来年事事顺心如意。位在芦竹区的桃园龙德宫去年也提供点灯服务，然而有信众特别有感，将好运分享给民众，因此就捐赠了一辆高级房车给点灯的信徒。庙方也表示，只要来龙德宫点光明灯的信众就可以获得一张摸彩券，并且在新年开灯后来抽出。许多人会到庙里烧香祈求平安，新的一年也会点盏光明灯祈求来年顺遂。位在芦竹区的桃园龙德宫去年提供光明灯服务，就有民众相当有感，想将这份好运分享出来，因此捐赠庙方一辆高级房车要给前来点灯的信众。因为有信众他自己感受到圣母的一个护持，也让他在今年的一个事业家业非常的顺遂亨通，所以说啊，特别跟我们龙德宫啊提供了一部玉龙的啊新款的 Sentra 啊尊爵版的汽车，在于明年呢、啊、我们啊点灯开灯的时候给我们的信众来摸彩结缘。庙里总计有58000盏光明灯，其中包含太岁灯、明星智慧灯、元辰光明灯、文昌光明灯、健康延寿灯、五路财神灯、月老姻缘灯等，可供民众自由选择。庙方表示，只要个人点4盏灯，就赠送小叶樟木佛珠一串；若点5盏灯，则加赠汽车摸彩券一张，并于元宵节完成安灯科仪后举行抽奖。我们从现在即日点灯开始啊，我们只要凡点灯个人有达4盏。我们依照去年就是会送一串啊，我们啊在圣殿上面神尊当初开府雕刻的木头的余料啊所做的佛珠啊，这都是有大概3000年左右的神木啊，而且经过开府加持哈 啊除了赠送佛珠之外，如果说我们个人点灯达5盏，我们会都送了一张汽车的摸彩券啊，在我们农历的元月15号，我们开灯，安太岁开灯之后，那我们现场用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来抽出这位幸运的得主，桃园龙德宫最负盛名的还有千人徒步绕境活动，将于国历4月3号到10号共8天7夜，要徒步走到鹿港天后宫。庙方表示，12月将公告资讯，提供有意愿的信众报名参加。记者吴永淳，桃园报道。你有看过纸帆花吗？有感于现今小朋友多接触手游跟网游，桃园儿童玩具图书馆就推出了经典玩具展览，盘点了祖孙三代都有的玩具，展期从即日起一直到12月12号，欢迎家长带着小朋友前来回味童年。这中间这一颗它也是可以再翻的，所以它就会一直产生各种不一样的造型出现，这样子。那这东西呢，在古代它就有点像是像干燥包的方式一样的，对，你就去翻它没关系，对，就这样子玩，然后
可以把它拉起来，对，每一小朋友专注盯着导览员的手，对于不论怎么扭转都可以幻化出不同样貌的纸幡花玩具感到十分惊奇。这是桃园儿童玩具图书馆近来新推出的经典玩具展览，配合小朋友身高布置展区，透过不同的星球和店祖孙三代都有类似玩法的经典玩具，要借此传承历史情感记忆，希望能够跟小朋友介绍他们的爷爷奶奶父母亲，那他们曾经玩过的一些玩具，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经典玩具，能够让小朋友在感受到玩具的一个温度，然后也可以透过相关的一些活动，然后让祖孙三代有共同的话题，然后了解背后的一些玩具的真善美。希望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到我们的儿玩馆，一起来共襄盛举。母亲开心拿起小时候玩的拨浪鼓和溜溜球，示范给一同前来的女儿看。有鉴于现今小朋友多接触手游或网游，现场摆满了许多经典玩具供小朋友游玩，诸如风筝、橡皮筋、手枪、桌上足球、套圈圈等，要让小朋友成为玩具的温度。现场参观的家长也肯定馆方的用心。当然是希望啊，因为让小孩子认识更多，就说希望可以不要断掉，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可以让你回味的童年，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小孩子玩具都很像，不像以前有那么有趣那么有意义的，对。经典玩具展览展期从即日起到12月12号，馆方也陆续举办打陀螺、彩绘面具、玩具闯关等活动，有兴趣的民众欢迎事先到儿童玩具图书馆官网线上预约参加，带着孩子们前来回味童年玩具记忆。记者刘雨婷，桃园报道。民国100年11月24号，当年桃园体育馆举办了亚洲十字弓杯的锦标赛，来自世界各国的顶尖好手齐聚一堂，一争高下。其中还有台湾选手被日本媒体以秋风扫落叶之姿来报道，显示台湾选手实力坚强。请看今天历史上桃园。民国100年11月24号，当年亚洲十字弓锦标赛暨建国百年杯首度来到桃园举办，来自世界各国顶尖好手齐聚一堂，争夺冠军奖杯。其中台湾选手更曾被日本媒体以秋风扫落叶之姿报道，显示台湾选手实力坚强，有包办前三名的实力。世界前三争霸，亚洲无敌。亚洲我们在澳洲、在日本呢，很棒啦。都是各组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曾经被这个日本的报纸啊曾经讲过，秋风扫落叶，一个哒，然后清洁。为什么我们叫清洁？因为我们射箭有个 clean tin， 就是很干净的 tin， 全部扫光了。当年主办赛事的中华民国十字弓协会理事长表示，感谢桃园政府支持举办赛事，场地更是管理得宜。台湾的任何哪个县市的场地都富富有余，但是桃园的场地，像台南的场地，我都很喜欢，他们管理也很不错。十字弓原本是欧洲的贵族运动，世界十字弓协会更曾经有超过40个会员国参加，但当年协会迟迟未能加入世界体育总会，也无法被亚运和奥运列为比赛项目。不过协会并不放弃，仍旧继续向国际推广这项运动。记者综合报道。以上就是今天中嘉桃园新闻，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